神逆天，唱功强悍。要说这些隐藏在校园里的大神一出场，绝对是震动全校的存在。这不，最近我就被燕京理工学院的刘亦菲给狠狠刷屏了。酷似刘亦菲的长相不仅被同学围着合影，小姐姐也是一夜爆火。果然女娃终究是偏心了。而去年因翻唱经典老歌爆火的小妍，今年更是再出神曲，一身旗袍翻唱半点心，直接把校园报告厅唱成璀璨大舞厅。甚至还有调皮的音乐官方辣评，这绝对是广州理工学院未来四年的女顶流。非常非常优秀。而前一阵儿网上都说芒果歌手2024我们就不添乱了，但吉大这个热闹我高低要凑一凑。原来就是在吉林大学的校园歌手大赛上，看似简单的比赛，选手却一个比一个厉害。这男女合唱的神话已经好听得很突出了，没想到竟然输了。网友起初还在为其打抱不平，直接去听了吉大张信哲，于是立马纷纷改口，输得不冤哈。好听好听，真好听。要说运动会操场上从来不缺大神，西安美术学院就出现了一位能和紫衣战神媲美的女神。那是我们学校运动会，而且我还是走方阵的举牌人。 Tell me who I am. Something in my heart. Whenever you're near.今天有很多人找我合照，谢谢你们喜欢我。而这位名叫陈月的女孩作为学院官方举牌人再次成功火出圈，不过拥有天使面孔美得像建模脸的她却是一位聋哑女孩。不过她从小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如今靠着自己的经历不仅证明了聋哑人也能在语文和表达方面取得出色表现，还会为聋哑人发声，敢于打破偏见。怪不得网友辣评别人是残缺的玉，可我却是完整的屎啊。在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舞蹈大神，两位女同学自信大方的舞蹈直接硬控台下所有人。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接着奏乐，接着舞。
这别人都是个体出圈，没想到河南理工却是集体爆火。冬年假期，结束还有点糊涂。如果一次教失误，那次次肯定就是艺术了。作为著名熊出没分校，也是唯一一所听歌就能识别的高校，他们不求十全十美，只求漏洞百出。曾因翻唱英文歌一夜爆火的藏族女孩扎根措，今年成功考入了电影电视学院。甜美嗓音，每次唱都能给人带来惊喜。而在二四级新生才艺展示上，他一开口更是直接预定了校园十大风云人物。太成名曲了，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欢迎点赞订阅下凡音乐官方频道，我们明天见啦。